你好，我是 Carlos。你们喜欢运动吗？我好喜欢运动哦，所以你看，嘿嘿，这个啊是个篮球框。有了这个篮球框啊，再加上这颗篮球，呜呼，我们就可以打篮球喽。哎，昨天练得不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。哎 ，Wiggles， 你们回来了。Hi， Carlos。你们看，哇哦，好棒哦！太好了 ，Carlos。这样子的话，以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打篮球了呢。嗯。哎 ，Carlos， 既然你这么会打篮球啊，那你来教我们打篮球好啦。好啊，太好了。那有什么问题呢？哇！哈哈，好。首先啊，就是运球。打篮球一定要会运球，运球就是拍球。耶、yeah ！你看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吧？哎，那我来试试看。嗯，我也会呢。哎，该我了。嗯，你们看我做的也不错哦。哈哈，该我了。嘿嘿，你看我拍球拍得多快啊！呼呼，太好了，原来你们都会。我看我来示范一下最难的灌篮好了。灌篮？是啊，我先来示范一下。哎 ，Danny， 你最高，请你帮我拿一下篮球框。好啊，没有问题。哎，首先呢、啊、是我的双手灌篮。嗯。哇！接下来啊，就是我的单手扣篮。哇哦！哇！嗯 ，Carlos， 这些都太难了，难道没有简单一点的吗？有啊，那就是投篮喽。打篮球啊，一定要把球投到篮筐里，这样子就是得分。我来示范一下好了。嗯。投篮我会，我来我来！哇，我也会！棒哦，太好了！我再来示范一次。嗯。那我来试试看好了。虽然呢、啊、我不太会玩，不过啊，我想我还是有可能。耶！我进了，我进了！你们都非常好，我最后再来示范一次。咦，换我来，换我来，我帮你拿。看我的单手投篮！哇，太好了！我进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怎么都不会进呢？Carlos 加油 ！Carlos 加油！看我的！